哎，这个是套餐。那下面都有饭啊，看起来有。你不要饭，为什么要点套餐？你是公虾米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它的单点就表示是没饭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冻饭就有饭啊，里面其他的小菜有汤啊，这才叫套餐呢、啊。那这个叫啥？这个就只有肉吗？它就单点啊，你进去它就会告诉你有饭啊，有肉啊，你学不？对啊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它正常饭量啊。没有单点啊。这边都是单点啊，你是在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单点什么啊？不肉不饭的。那你就点这个啊，然后饭少啊，就这样啊。好吧。然后肉特大、啊，肉最多啊。我整个问号。